另外也很感动的是，我遇到很多民众，从昨天到故宫，101，来自于我们来到中部，许多民众不认识的都自动跑过来跟我说，他说我们做得很棒，他们觉得两岸应该要交流。那因为太久没有交流了，所以有这个团来，让他们真的觉得重新有看到希望。我听了真的也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民意，不是那个电视上的名嘴，或者是几个这个引导的民调可以决定。真实的民意是希望两岸要交流，对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团是个开端，让两岸更加交流，这样子才能够避免我们走向这个冲突跟不幸。这几天其实我们跟台湾同学交流的很好，然后今天还有同学就是我们之前有交流的同学，然后今天知道我们的行程，然后特地赶过来，然后给我送了这种明信片和这种聘礼徽章，然后就感觉这种情感是非常真挚的，所以非常感谢他们，我们也很喜欢这个。我也感受到这个棒球是一项规则非常复杂，然后需要技术特别高超的一项运动，然后也希望在未来可以和更多的台湾同胞一起进行棒球上的交流，一小交流带动大交流，然后认识更多的台湾的青年朋友。